幸亏我敏捷，幸亏我交接着，幸亏我这个行动快如闪电，哎呦我才没有想到我这个漂亮的李呆子，哎呀！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帮你叫救护车？哎呦，谢谢，叫李博士就行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头好上呀，碰了个包，该疼的。你为啥不戴头盔啊？有头盔不就没事了？哎呦，这头盔这样开没开嘛？咋人又不时髦了，把人形象折翼的呢？好嘛，头盔戴上挺时髦的呀。你总不能为了时髦连命都不要了。不戴头盔，在发生事故的时候，很容易造成头部受伤，严重的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。知道了，下次注意点。规范佩戴头盔，可以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有效保护头部，减轻伤害。搿是个头盔，那不能轻举，不可戴上。戴上也漂亮的，这个说法。好的，领导，赶紧啊，赶紧。